在云手当中呢，首先我们注意一下侧行步的动作。那么在侧行步当中呢，我们的重心要保持中正安舒，沉腰坐宽，左脚向左侧开步，脚掌着地，重心慢慢平移，过渡到左脚，脚尖在正前方的方向。好，收右脚的时候也是由脚跟到脚掌，落步的时候注意两脚之间要有一定的宽度，大概是10公分，一拳左右的宽度，成为一个小开立步。好，然后继续转换重心，初步重心慢慢转换，收步，落步，云手动作要点：收脚云手，开脚云手，收脚云手，开脚云手，收脚云手。那么做单边的时候呢，第一，眼睛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也是要随着手的方向移动，从弓步转腰展腿，手的方向基本上跟后腿方向保持一致，前手掌心斜朝前，指尖朝上。单边动作要点：扣脚摆掌，提脚勾手，弓步单边，